大家好，我是超凶又传奇的玛莎。新 S 七世妖星已经出了有好几天了，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吧。所以呢，直接结论，妖星的上限不高。测试服我 S 家的妖星两次双 QTE 都带不动了魔罗泰塔。上限不高，这拿来当主副自己感觉没有优势，但是呢，瑶星的辅助能力很强，可以提供全程小抗，所以本期视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思路，瑶星当第三个 C， 而且呢带达芬奇。看到这里，大家肯定有很多的疑问，不带专属意识的话，伤害还够吗？而且呢也没有 QTE 的小抗。接下来就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吧。我们先看一段三 C 流程，队伍是橘昼、瑶星、罗兰。只是单纯的蹭能量，橘昼出来之后马上祈祷，随便打一个同色祈祷，然后呢一样疯狂卸球赚七色能量，第二个祈祷打异色祈祷，主要呢就是为了蹭操算。三 S 的橘昼留一个单黄进大招就能打满了，大招快打出来的时候再触发双 QDE 之后就能马上切良心了，然后呢重复上述的步骤。好啦，上面就是达芬奇三 C 流程了。不过呢，这个流程主要也是为了高难图，战区的话瑶星不需要带达芬奇，全队伤害也够，所以呢瑶星还是得刷一套专属意识的。那接下来说说意识搭配还有共鸣吧。带达芬奇的话四达芬奇和爱因斯坦就好啦，共鸣随便，不共鸣都行。
带专属意识的话，战区三 C 一样带厄艾因，单 C 双 C 玩法可以带厄伊丽莎白。共鸣的话建议圣攻击下核心吧。主要呢，摇星很多活动可以无限大招状态战场，这个时候就只靠核心输出了。虽然速度不快，但是呢，摆脱了三消系统的束缚，可以真正的当成动作游戏去玩战双了。最后呢是抽取建议，3S 增加消抗肯定是最好的，不过呢预算实在不足 ，ES 也够用了 ，S 加呢就完全没有必要啦。专务也是少抽一把吧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对大家有帮助，希望给点三连还有关注呀，谢谢大家。